状况，就衣服嘛，因为我们这样的组合也是人家那个造型师、服装师没想到的。所以我们的那个服装可能会有点麻烦，因为我们是三个人的，所以可能得麻烦老师给我们多费点心的。嗯。今天在衣服上浪费很多时间，而且当时我们一度是有很危险，就是我们想重新换舞蹈，重新换音乐。那个时候已经12点了，但是我们去小考，艺考小考的时候，那个老师们就觉得我们这舞蹈蛮好，想让我们留下。那我们要去解决衣服的问题。有别的服装的，让我去看一下。对对对。他就要这么长，那么短一点，就是那种超短的，就是他现在就有这样一点。如果是弄的话，就把这裙子往凹，那我们。然后这一件要约进去以后，放一点毛改改。那它是在裤子上的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黑的，它上面正好是黑的呀，有没有这个上身的呀？啊，对，那我可以穿这个。OK， 辛苦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还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